当时国庆登场，今年是大玩棒球风的国军联合乐仪队，今天也是正式亮相。除了搭配多首职棒的经典歌曲，今年的动作还有搭配设计出了投球棒球的姿势，再配上不同层次的队形变换，给民众视觉、听觉的双重享受。勇敢出发，唔免惊。掏枪转枪一气呵成，挺拔英姿踏着整齐步伐，三军乐仪队雄赳赳气昂昂。今年一队表演首度加入棒球元素，搭配亮岛之歌旋律，同时也是耳熟能详的中华职棒主题曲。强棒打击枪法，此乐曲为中华职棒主题曲。步枪反拿再抬腿，这是打击姿势。堡垒队形，并搭配接下来的投手枪法。侧身抬腿再甩枪，这是投球动作。有强棒出击，也有王牌投手，这一幕职棒迷看了绝对有感。队形变换也有层次，经典歌曲《彩虹》一响起，一队也成彩虹队形，波浪式操枪结合巧妙时间差，视觉听觉双重飨宴。蔡政府第一个国庆，国军大玩棒球风，尽管地面湿滑，不影响金石的步伐，邀民众一同热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